赶紧来看啊！我不让，好狗不挡道啊！你说谁呢？大晚上收拾衣服干嘛？我要你管，你管我干嘛？咋的啦？还要离家出走啊你？我要你管。你干嘛？你拿这件衣服干什么？我不在家住了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上哪去啊你？哼，我还能去哪里？我去丈母娘家去住啊。你找你丈母娘干什么？我要你管，你管的也太宽了。我现在出去玩不让去玩，出去喝酒不让去喝。我一个大男人30多岁了，都淋，比脸都干净。都哪有你脸干净啊？都那么黑。哼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管不了你，自然有人会管你。干什么？你还真去啊？对啊，我去找丈母娘诉苦去。你还真去啊？都几点了，丈母娘都睡了，你带着几件衣服干什么？你还不回来了？我不回来了啊，到时候衣服不够我再回来了啊。不许去啊！你烂开烂开！我跟你说不能去，除非你从我身上跨过去。哎呀，我正是为你好啊！你为我好，我现在一个朋友都没了，我都与世隔绝了，天天两点一线的。哎呀，这不说还有我跟浩浩两人吗？现在下班回家晚5分钟都要催。那我就是问你怎么晚了吗？我这不是关心你啊。哎，谁上班下到点了就回来啊？我啊。我们这个本来就是自由的，有生意来了你不做啊？那我不是想早点见到你吗？早点见到，回来之后就不让出去。那我不是说了吗？你带上我，我们俩一起去。谁硬说带他家属的？咋了？我还给你丢脸了是吧？你说不要谈生意了，带着你干嘛呀？那我可以帮你谈啊，我可以帮你挡酒。你会啥呀、啊？我不跟你说，你赶紧让开，让开。让开，让开。我不让。赶紧让开啊！我不让。好狗不挡道啊！你说谁呢？说你啊！哎，你看你又打我啊！天天受尽你折磨，我真的要找丈母娘诉苦去了。哪有那么夸张？我哪有天天打你啊？还天天不让我出去。我就是不让你去啊！怎么啦？妈妈，我知道了。阿婆实在没钱，你儿子需要给他100块钱就行了。妈，你别乱说啊！爸爸这次真的生气了，啊，天天被你妈管，我都成妻管严了。爸爸，你都知道你爸爸是缺钱了是吧？嗯，你只需要给他100块钱就行了。嗯，他最近啊肯定是缺零花钱了，又开始在整作业了。我还不了解他，刚刚给他台阶下，他还非要出去，嗯，就是不下，我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没有啊，还不承认是吧？你儿子都把你看透了，你还在这边装，装什么装？来，拿去花，拿去花吧。都给我这么多啊？怎么了？又嫌多了？那你说个数字啊。给个300吧，300对吧？还有我晚上要出去喝酒啊。行，去吧去吧，再给你多加一点，那600拿去吧。这么好啊，我都不敢相信啊啊！想要钱就直说嘛，在那边拐弯抹角的，又不丢人啊。我那不是不好意思吗？我脸皮薄，你不知道啊？你儿子都把你看得透透的了，装什么装？